我就说过，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。 大英雄，不要追他，我师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 公主，康夫该死！哎呀，终于熬过了最艰苦那段路，明天可以回穹苍山了。 你们以为还能活着回穹苍山吗？你们太天真了！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的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无耻之徒，现在要死还不知悔改！哼，古风，我只想提醒你一句，你也知道，我是你大哥最疼的爱徒。如果我有不测， 你大哥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就算你们是亲兄弟，他也会杀你的。好，我先杀了你。我看古雁阳能把我怎么样。大师兄，不要那么冲动，不要冲动我。这是我的事。大师兄，这件事不单是你的家事，也是穹苍派的事。你杀了他，怎么向师父交代的？你要知道，为什么师父要我们抓活的，你应该明白。呸！ 竟然派这些饭桶来救人，简直就是叫他们来送死！大师兄，我们要小心啊！古雁阳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师弟，你为什么这样说？
弟，你想把我的徒弟怎么样啊？我们一场手足，只要你放了程昌，大哥可以既往不咎啊。大哥，到现在你还不醒悟？你看你现在男不男女不女，你怎么对得起爹和娘啊？怎么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？放肆！大哥不用你教训，我为了练成玉女神功，我什么也不管，只要能杀了你师父董傲天，我就可以称霸武林了。你妄想！哼，快把我的徒弟交给我！别妄想！你不交我就杀了你！大哥，你为了这个无耻之徒，你连兄弟之情也不顾吗？谁要是敢伤害程昌，我就杀了他，你也不例外。我现在就先杀了朱程昌。你敢？程昌呢？岂有此理！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了。哼，董傲天，如果你敢杀我的徒弟，我就把穹苍山铲平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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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师弟，二师弟，顺利吗？我们刚回来。朱成昌呢？关在水牢里了。哼！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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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你们不要跟我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快点放开我！朱成昌，你这个禽兽，我杀了你！慢着，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！师弟，你也知道这个畜生，他怂恿我大哥练玉女神功，令我大哥现在男不男女不女，六亲不认，连我这个亲弟弟也要杀。你说我不杀他，怎么泄我心头之恨呢？大师兄，你不要乱来呀！你不要阻止我！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的啊！大师兄，住手！师父，哼！哎，你这种臭脾气再不改的话，将来怎么能够当当掌门这个重责？师父，大师兄是一时冲动，你原谅他吧。你们两个马上到大殿召集所有的人，我有事宣布。是，师父。哎，走。哎，走。你跟阿海押程昌回来之前，我曾经多次跟你说，朱程昌的性命很重要，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，还那么冲动？啊！朱成昌跟这个妖魔的关系很暧昧，他知道他被我们生擒，他一定会来救他。我们要趁这个机会铲除这个妖魔，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师父，古月娘的玉女神功，连空洞逍遥两大门派也不是他对手。我们穹苍派虽然人多势众，跟他们打起来的话，我怕……哎呀，我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大不了跟他同归于尽。哎，你们听我说，能够克制玉女神功，就只有我们穹苍派的绝学极乐神功。我准备从今天起闭关修炼。师父，这一点弟子不敢苟同。极乐神功虽然是一门绝顶的武功，可是练成之后只能发挥一次极限，之后会因精力耗尽而死，这样做牺牲实在太大了。是啊，师父。这些年来，我始终没有办法修炼另外一种绝学，可以代替极乐神功的。但是在这个重要关头，只要能铲除这个妖魔，我死何足惜？师父，不如让弟子去修炼。弟子曾经立誓要大义灭亲，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。不行，你的功力有限，还不能够把极乐神功发挥到最高境界。师父，
你不要那么固执。你年纪这么大，我恐怕神功还没有练成，你已经……你说什么？师父，你让弟子去练吧。师父，大师兄跟那个古艳阳是同胞兄弟，万一极乐神功外传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对付那个大魔头？三师弟，你说什么？大师兄是这样的人吗？大师兄，师父也说你功力不够，你何苦强出头呢？你到底有什么居心？你不相信我？你们这些人全都不相信我。师父，你把极乐神功秘籍交给我，我马上去杀死古艳阳回来见你。不行，我的主意已定，谁也不能改变。师父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你把我从小养大，我是怎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不想看着你去送死，你真是老糊涂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怎么可以对师父这样无礼啊？师父，你让弟子去练吧。我说不行，难道师父的命令你也不听吗？师父，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人性，让师父一个人去送死。阿怀，阿怀，你不要死！阿姨，阿怀，阿姨，我在这儿，我回来了。阿怀，我梦见你被古艳阳杀死了。不要那么傻了，只是做梦嘛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平安回来了。你不在家里，我心里好害怕，我好担心你啊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测，你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？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哎，这几年来，我为了追查古艳阳的下落，东奔西跑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我真对不起你啊。你现在平安回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看看你，瘦了很多。你不照顾自己啊，也要照顾肚子里的孩子嘛，嗯？大师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师父不让我练极乐神功？大师兄，师父说得很清楚了，以你的武功，根本不可以把极乐神功发挥到最高境界。不是，二师弟，你应该明白，师父他老人家很疼我，他不想我去送死，他情愿牺牲自己。不行，我要下山跟古艳阳决一死战。大师兄，你不用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二师弟，有一件事我想求你。什么事？我这次下山就没有打算要活着回来，我死了之后请你照顾我的妻儿。大师兄啊，二师弟，一向只有你最了解我。这次下山，虽然明知是去送死，可是我情愿死，也不让师父死。大师兄，与其白白送死，你倒不如……你有什么意见？倒不如偷取秘籍。不行，不行。
偷秘籍是死罪，万一失败，我不是死得更没有意义吗？可是偷了秘籍可以练成极乐神功，到时候你可以消灭那个古怨阳啊。但是要怎么样才令师父不怀疑是我偷的呢？我有个办法。那你去偷秘籍，我偷药，然后互相交换，到时候你假装偷药的时候失手被擒，师父就不会怀疑你了。而且偷药只是小罪嘛。不错不错，我们依计行事。怎么样，大人？你夫人快要生了，你在外面等一等吧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钟师弟，二师弟，来，来，大师兄，小心保管啊！啊，大师兄，我。大师兄啊，刚才我……哎，不要多说了，万一被人发现就麻烦了，快走走。志忠师弟，志忠。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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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放我出去！快点放我出去！师傅，开门。是。师傅，志忠师弟已经死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没有杀人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不是，志忠师弟不是我杀死的。师父，带他到大殿去。是是，师父。弟子真的没有杀人呐、啊！弟子真的没有杀人。阿燕，阿燕怎么样？恭喜段大人生了个儿子。儿子，母子平安吗？母子平安。我看看去。好。海哥，儿子好像你。是啊，
很像我，你说叫什么名字好？你说呢？就单字一个飞吧。岳飞的飞。我让儿子好像岳飞大将军那样，精忠不移。段飞，一飞冲天。好名字。师父，弟子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 要是只有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呀？对呀，我们这些师兄弟啊，也亲眼看见是你，你还想抵赖？是啊，是啊，想抵赖。师傅，师傅，那个秘籍，秘籍被人家偷走了。嗯，师傅，弟子失职，请师傅恕罪。怎么会这样？师傅，一定是古艳阳的人。师傅，我们马上去追。 想以他们走不了多远。不必了，那一本是假的。啊，假的，真的那本在我这里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是不是你杀死了至忠师弟？师父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没有杀死他。你这么说就是另有其人了，那到底是谁？你说。哎，杀死同门罪该处死，你知不知道啊？ 我知道，知道你还不说。师父，你答应我，我说了出来，你要饶恕他的死罪。二师兄，师父叫你马上到大殿去见他。啊，阿海，什么事啊？ 没事，不行，是不是古艳阳杀上山来了？哎，不是，没事的。你又要下山？不行的，海哥，海哥，你不要离开我们两母子啊！你放心，没事的。你休息吧。你不要扔下我。二师兄，师父叫你马上去。阿海，你休息吧。阿海，阿海，阿海，阿海。 你不要走啊！师傅，二师兄到。二师弟，为什么你杀死至忠师弟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段海，至忠是不是你杀的？说，快说！啊，至忠师弟被人杀了，这到底什么事？你还不承认？大师兄啊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段海，我看错你了。 原来你是个贪生怕死之辈。师父，到这个时候我也不怕直说，不错，秘籍是我偷的。其实这次的事，我跟二师弟已经事先约好了，我去偷秘籍，他去偷药。师父，没有这回事。可是我没有杀人，他才是凶手。师父，我没有杀人。段海，你们闭嘴！古风，你真的偷了秘籍？ 是，师父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人。盗窃本门秘籍，罪该处死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可是我的目的是想……好了，不用说了。段海，你真的没有杀人？师父，阿燕刚刚临盆，我整个晚上都在陪着她，我怎么会？你这么说，你真的没有杀人？ 没有，你撒谎！师父，这件事再明显不过。大师兄他偷了秘籍就去偷药，而且故意误中机关，以为瞒天过海，洗脱他偷秘籍的嫌疑。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，他错手杀死了至忠师弟。他希望脱身，所以把这件事嫁祸于二师兄。我同意三师兄的说法。 大师兄屡次要学极乐神功，分明别有用心。这次他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。不是，我偷秘籍是不想看着师父去送死。师父，我没杀人，你住嘴！段海是凶手，住嘴啊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想在这儿抵赖？大师兄，你不如向师父求情吧。是啊，段海，如果你还有人性的话，你马上在师父面前。
把真相说出来！我们杀人！卑鄙！关门！死到临头还敢放肆！大海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抓住他！ 冲杀剑阵！ 你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连我们五子都不肯放过？嫂夫人，你不要这么说嘛。我跟大师兄情同手足，他这次遭遇不幸，我很难过。我来是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真对不起，想不到阿峰落得如此下场，还会有人雪中送炭。我这有些银子。 你收下吧。阿峰已经死了，任何事情对我都不重要了。嫂夫人，段兄，你跟阿峰两个情同手足，我现在有个要求，你能不能答应我呢？你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 我答应你。
你能不能替我照顾阿峰的亲生骨肉？为什么？那你，你先答应我，能不能？师兄的骨肉我当然愿意，可是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段兄，我们的亲生骨肉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嫂夫人，嫂夫人，阿峰生前我曾经跟他说过，我们生死与共，生一起生，死一起死。啊，嫂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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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人，大师兄是被我害死的，嫂夫人又被我害死了，我是禽兽，我是畜生。听他们说你带了个私生子上山，是不是真有这件事？师父，徒儿一时糊涂，跟一名女子相好，这件事我一直瞒着您老人家。哎，阿海，到现在你还在我面前撒谎。起来吧。哦。哼，你八岁就上山做我的徒弟，你的个性是瞒不了我的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色之徒。师父，你过来。那个小孩子是不是阿峰的亲生骨肉？是不是？是师父。大师兄死得那么惨，他娘又寻衅自杀，那小孩子太可怜了，请你把他交给我抚养吧。你替他改了名字没有啊？已经改了。我替他改个名字，叫做玉楼。好，那你就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。不过你要记着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他是阿峰的亲骨肉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以为阿峰是叛徒，没有人相信他是冤枉。师父，你知道大师兄是冤枉的吗？是。阿峰一向心直口快，根本不会撒谎。他和你又手足情深，怎么会冤枉你啊？师父，徒儿再不敢隐瞒了。是的，至忠师弟是我错手杀死的，我贪生怕死，我不忍心抛弃阿燕，还有段飞，我害死大师兄呢。你们两个都太傻了，就算被你们偷到秘籍又怎么样了？我练极洛神功的时候才发觉，只有阴年阴月阴日的人才可以练，这样说只有我才可以练，你们偷到了也没有用。大师兄死得太冤枉了。其实要是想起来，为师的很对不起阿峰。你杀同门要死，偷秘籍也要死，如果我秉公处理，你们两个都要死，那我只有冤枉阿峰来保存你的性命。师父，那天我双掌把他送出墙外，以为他可以逃出升天。哎，谁知道他还是难逃劫数，真是天意，天意。师父，是我害死大师兄的，
我对不起大师兄，那你要把玉楼抚养成人，因为阿凤在天之灵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把玉楼当成亲生的儿子看待，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。本师的要闭关了，修炼极乐神功，准备和古艳阳决一死战。以后同门的事。 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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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死了之后，段海，你就正式接掌穹苍山，继任掌门。希望你继承我的遗志，铲除邪魔外道，替武林伸张正义。弟子一定会这么做。 大师兄，师父死了，不知不觉已经有6年了。我儿子段飞，跟你的儿子玉楼已经6岁了。说起段飞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他不用功念书，也不用功练武。 可惜他娘因病早死，我因为做了掌门，
我也没有时间好好的管教他。不过，有一件事很值得安慰：玉楼天资聪明，有勤于练功，以后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盖世奇才。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快开！我所有的钱都买双了，双。